有橘子，我要吃橘子。奶奶，你管管你孙子，景区内的植物是供人观赏的，不能随意采摘，而且这样攀爬树木是很危险的行为。哟，你家住海边呀，跨得那么宽，不就摘两个破橘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刚才在前面柱子上刻字，花圃里采花，水里捞鱼都没意思，你算哪根葱？把田里的使劲摘。奶奶，您看看这块牌子啊，罚款。奶奶，快让您孙子下来，爬那么高多危险呀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兜里揣的是什么？是橘子，刚摘的。怎么了？小孩子不懂事，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。念你们是初犯，就不处罚你们了，但下不为例啊。